咱俩决定婚戒的时候，你说不买新的，就用之前圣诞礼物的那对儿。一次出去玩，我的戒指不注意给弄丢了，然后咱俩商量着要不要买对新的。结果你只挑了我这个新的，你的还是那年的圣诞礼物，所以咱俩戒指的颜色不一样，款式不一样，非原厂的一对。人生不就是这样吗？原本非亲非故的两个人，来自不同的地域，不同的背景，相互理解包容，非原厂的两个人走到一起，完美着不完美，只因你是徐小婷。女儿，今天呢是你大喜的日子，同时呢也是你离开爸爸妈妈的日子。今天婚礼过后，你将离开你生活31年的祖国，远渡重洋，到大洋彼岸去开始新的生活。31年，堪称有一点，爸爸妈妈看着你一路走来。爸爸妈妈为我们今生今世有你这个女儿深感骄傲和自豪。人如果真能有来生，我还做你爸。女儿保重。No, you want to think that it's okay. The air is thin, you smoke anyway. It's just another day. You run and play until your legs they shake, they ache, the pain don't change a thing.You run and place until your legs they shake, they ache, the pain don't change a thing. It's just another day.取走，取不走我就抢走，不走也得走。
of my